来来来，您站这里。此时此刻，三组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。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，大来宾能否一猜即中，顺利过关呢？您呢，有三位朋友来，您想先见哪一位？一二三号。不知道他会不会惊讶，我觉得他应该能想到是我。那您二位认识多少时间了？就是认识将近也十几年、二十年了吧。那您觉得郑晓龙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郑老师，我感觉人很仗义，然后跟他这个形象、外表感觉都特别贴。您想先见哪一位？一二三号。那咱们就从一二三这么顺着来。好，一号。冒烟，您先说谁？随便蒙一个吧。王海燕，海燕，好，是不是一号房间中是不是海燕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。你咋能会猜他呢？你咋能？是不是从上个世纪开始？是的，是的。